但我做了改变，答案很简单，就是国政顾问。因为我帮韩国瑜总统统筹国政顾问，所以我对韩总统未来整个政府的施政有非常整体的了解和感觉。如果我可以担任副总统的话，我可以变成政府施政能够符合我们国政顾问团规划初衷的一个催化剂，我不会只是放在一边的吉祥物。这是第一个补充。第二个补充是我原来盘算和今天这记者会完全是背道而驰。我原来盘算明年投票以后可以回到以前浮云般的日子，现在做了这个副手的允诺，一诺至少四年，谁也无法，这个一诺至少四年和我原来规划刚刚讲的相差太远了。但是其实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每个人都活在我们的俗世里面，谁也无法置身事外。如果国政不上轨道，大家生活都过不好，我即使搬到深山里面也一样。所以当韩国瑜邀我当他副手的时候，我为了我们国家的未来，我实在没有办法跟他开口说不行。所以这个补充就是跟大家报告说为什么我今天会在这里。谢谢大家。副总统好。来，我们请总统副总统来搭配的合作无间来相互拥抱一下。谢谢，来，我们先再次的。欸，那个看一下我们在那个墙壁上挂的“莫忘世上苦人歌”，那张院长的目标。好，谢谢啊，我们再次的先请两位先请就坐啊。我想呢，今天的记者会呢，其实呢，这个副手人选我觉得也不难猜哈，因为我想看到昨天有很多的媒体啊，已经知道呢，看到我们韩市长跟张院长之间两个人合作无间。那同时呢，诚如刚刚我们张院长提到的，在国政顾问团这个区块，他投入的也非常的多，是完全的认同韩市长的理念。那特别呢，还有媒体呢，就提到国政配这个组合呢，就也想起了当年蒋经国以及孙运璇的这个组合。那蒋总统呢，他是非常的亲民爱民，而且是能够苦民所苦的。那孙运璇呢，对于整个台湾的经济贡献更是功不可没，所以呢，这一组的组合是非常令人感到期待的。我相信韩国瑜加上张相政这个组合呢，是一个专业拼经济的组合。那未来呢，不管我们看到民进党不管是蔡苏配或者是蔡赖配，都是一个充满政治肃杀的政治组合。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的我们的国政配呢，将会是一个经济对抗政治，而且是专业对抗仇庸的组合。我想在这里呢，我们已经看到我们后面的好朋友帮我们做出国政配哈。我们在这里呢，要邀请我们所有朋友跟我们一起，现场的支持者跟我们一起来喊的口号哈。我们叫做拼国政，选国政，台湾安全，人民有钱，国政领航，国政领航，台湾起飞，台湾起飞，台湾安全，台湾。人民有钱，人民有钱，国政领航，国政领航，台湾起飞，台湾起飞，台湾安全，台湾安全，人民有钱，人民有钱。谢谢我们的周习伟，我们台北县的周县长也来到现场，谢谢您，谢谢。这虎哥一路以来非常支持我们的韩市长，谢谢。韩国瑜，韩国瑜，好帅。副总统人选的过程之中，其实张善政院长一直都是首选，这我要特别来报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组合，总统跟副总统的组合，不是光选票上的考量，还有很重要就是将来为国家做事情分工上的考量。所以一直张院长一直是我心目中的首选。我获得国民党7月15号总统候选人提名之后，其实在我心中，我一直是把张善政院长作为我的首选。那过程中有一些讨论啊，或者有一些外面的臆测啊等等，我就不予评论，我特别要报告。所以我非常感谢张善政院长愿意跟我一起来这个接受这场总统副总统的选举的考验。那我们都有一个心，为台湾这个土地，为台湾的人民来好好的打拼。国政领航，国
国政领航，台湾起飞，台湾起飞，国政领航，国政领航，台湾起飞，台湾起飞，台湾安全，台湾安全，人民有钱，人民有钱，韩国瑜，造反，韩国瑜，造反，张善政，造反，张善政，造反，国政配，造反，国政配，造反。好，谢谢今天所有的媒体朋友，也谢谢所有的支持者。选国政啊，国政配，然后让我们台湾经济起飞。谢谢大家，让我们一起有媒体有需要的一起合影，谢谢。